因为其实前面的专辑里面没有特别找到一个可以适合他发行的一个位置。嗯哼。但是这张专辑，因为在收歌的过程里面，我发现这张专辑跟我自己个性有关，可能转变了。我比较强调是人的部分。嗯哼。前面的专辑比较都是跟风景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嗯哼。但是这张是跟人的，所以我就觉得胡同在这张专辑就会很适合。好，我们来听。好。在这漫漫长路尽头，走进了胡同。路上小雨淅淅落落，飘絮在风中。在这漫漫长路尽头，我该往哪儿走？看远方那灯火也朦胧，雨花落我眼底也朦胧。在这漫漫长路尽头，走进了胡同。路上人家多么快乐，幸福在风中，我怎是风筝在夜空里漂流。不愿坠落，却无处停泊。有多少时光已远走，有多少人们擦身而过，风一路单吹，伴我越送越远，回头再也看不见曾经在眼前你的脸。胡同啊，嗯，刚刚高音有点吃力，有一点，可能是冷气太冷了。是是是，对。其实唱了，在这个当兵的时候唱那么多场，会唱皮调吗？你觉得？嗯，唱皮调是说，就是对唱歌这件事情。嗯，其实不会、啊，因为它也像另外一种驻唱嘛。对啊，但是因为中间又隔了一年上班，嗯哼，对，所以应该是还好嘛。嗯嗯，所以当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又重新找回了那个。唱歌的乐趣，对，而且这张专辑就是它有一个特色是，在 vocal 的部分，我想要把那个真音的部分比例多一点，所以其实每一首曲子在选 key 的时候，我都往下选，对，对啊，嗯，所以以前是比较喜欢，喜欢那个在假音，对，假音的时候的空气感觉，对，迷恋。那为什么现在突然？因为稍微抽离，就觉得心里面觉得其实好像唱真音比较真诚。比较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买前两张的被骗了吗？前两张是一种，就是一种，嗯，我好像比较喜欢那个美感，是，但是这张比较喜欢感情，嗯，而且我觉得有另外一种温度，嗯嗯，对，我觉得唱真音有一种温度，对，好，九月初好像会有一场演出，现场的，对，九月七号在 Legacy 华山艺文特区的 Legacy 有一场专辑的首唱会，嗯，也是这一次宣传活动当中唯一一场。全乐团编制的一场表演，嗯，对，啊，所以在那里你会只唱专辑的歌吗？也会唱之前的歌，还有一些特别选的曲子，嗯，譬如，秘密，现在说的会不会一些翻唱的经典歌曲？
就把你当兵的时候绝活拿出来吗？不哦，不，没有，当兵的时候都在唱那个什么《无乐不错》，真的吗？然后《小情歌》，就是我们要最常唱就这两首啊。对，我们要唱最红的嘛。对啊，那个时候很红啊。然后我在演唱会要唱的是西洋的经典情歌。西洋的经典情歌，对。小情歌你可以唱一小段吗？唱几句好、啊。但是我其实后来就不太喜欢再唱那首歌了，腻了，因为会让我想到那时候当兵不能唱自己的歌那种很久。你看我就说，对，所以你腻了，有一点。对于翻唱流行歌这件事情，好，对，还是多唱自己的歌好了。对啊，因为我的歌只有我自己唱啊。是啊，对啊。你意思是有点抱怨了，对不对？都没有别人翻唱。我希望有人会唱，因为你是清新派的创作歌手啊，对不对？嗯。哎，讲到这个，我倒是下一张专辑其实想尝试的曲风，新的，其实我想做的是比较 Motown 一点的。哦。因为我的声音，我后来去听了几个歌手，那个 Marvin Gaye， 他的歌声跟我声音，其实我觉得。你有另外一种空对潜力跟空间可以去做，所以我想要往那个方向去。那必须你先写出这样的歌啊，就试试看。好，最后一首歌来为大家带来这支专辑哪一首？嗯，接下来唱一首歌比较不一样，这首歌是专辑里头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嗯，编曲上它是比较重一点，摇滚乐的，稍微重一点。Where is the light？那但是今天就是一个吉他，所以我想要唱的就是他那个歌词里面的那种情感比较浓的感觉。OK， 好。星辰到熄灭，只剩下黑，整个宇宙里面再没有谁能够再像从前，请你分辨我的心里是什么感觉，而我也逃不开，也看不见眼前的花是开，我是凋谢，爱了所以明白，需要等待，付出的有一天会回来。都不对，也都算对，你给的吻太深也还太浅，别问我为什么，不为什么，现在我只想牵你的手，于是我们于是我们期待 So where is the light? Where is the light? Where is the light? Where is the light?Where's the light？ 嗯，我相信在这个繁忙的生活里面，黄建伟的音乐应该就是大家心灵上一道光束。谢谢。好，还会回去做职能治疗师吗？嗯，肯定要这张专辑宣传期走完才知道。哦，真的、啊？对，因为
合约也到了一个段落了 ，OK。所以其实因为我有想尝试新的曲风，是就看我自己的那个欲望够不够强。嗯嗯，对，因为其实做音乐的收入比较不稳定嘛。对对啊，嗯，好，所以就拭目以待吧。生活就像一道风，走到哪吹到哪再说。好，嗯，这一张专辑叫做啊《再一次旅行》，谢谢黄建伟，谢谢。应该会发生蛮多很有趣的事情，我希望一切很顺利。会紧张吗？好像有一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点。加油！好，看疲惫的地方，慢慢看过去。他们到了，好，来吧，再来看山。吹过。